真歹，请你搁想看卖。有时阵我嘛会使来，花香等阮来采，青春已去无在，人西人巴又在你安排。穿过水水搁点的痴，近来近去无一丝三界，女人的美丽亲像花蕊，望你疼惜阮。洪明大哥跟那个雅文来到，我们一定就是要参加 K 歌王了。对呀，两个那么会唱歌，没错。洪明大哥唱了多少经典？唱几首来听？《孟婆汤》嘛。有五月的雪吗？五月的雪，来五月的雪，五月雪可以啊。五月的雪，五月的雪下得如此凄美。真假音弄得很好，还不错。你不要讲他好了，老师，快要跟我一样好了。我这样太骄傲，说人家非常好，快要跟我一样。谢谢，马上就要 K 歌，马上就要 K 歌了。好，两位准备好了哦。好，好了，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谁是 K 歌王？谁是 K 歌王？看提示，并在最短时间内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才可算过关哦。欢迎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今天呢，两队其实感觉上是很平均的，但是每个人都要多努力一点，才可能拿到我们今天的 K 歌王。是的，话不多说，马上地主请就位。来，彤彤加油！第一组是淑女的对决，你好，你好。两位穿着非常可爱的这个选手呢，要在起跑点上好好的加油。彤彤穿得好可爱啊！你不用让我这么多啦，可以靠近线一点。哦，没关系，好好好。你不要管我们雅文好不好？你刚才就是刚没困了，讲话有点怪怪的。来，好，加油，提起精神，彤彤。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一起到，一起到，一起到，两个同时到达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两位请上台采拳。剪刀布啊！哦，雅文，不好意思，请先过来我这边。好吧，来这边请。加油，彤彤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你的电话。哎，答对，请问怎么？而且不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一担心，而夜夜失眠。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恭喜活泼动感的彤彤答对 ，yes。下一组请就位。今天其实他很紧张，他听到要跟我对决，其实他不把他当成是综艺节目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后台已经泡了一杯维他命 C， 开嗓。其实还好哎，这个人真的是还问我要不要喝，不用，我们的实力是不用靠维他命 C。哎呦，我就来吧，我只吃了一罐 B 群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导演看题目，先跑再说。两个胖子第一回合正式开打。我们的实力是不用靠维他命 C。哎呦，我就来吧，我只吃了一罐 B 群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导演看题目。
对不对？真的强。我们真的厮杀。艾辰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霍元甲。哎呦，请你答对，请问怎么唱？有后地板动作。陀螺，小城里岁月了过去，清澈的勇气，一回忆的你，骄傲的活下去。一起来 ，Come on！ 嚯！我这拳的套路就是灵活，我这生命就该完整度过，嚯！我们紧握出手，无人能躲，嚯！我们紧握出手，无人能躲。艾辰，这什么动作？好像张磊被电到了。艾辰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哎呦，洪明老师，哇，好残忍的战争了！186对188的战争，哇！哎呦，老师188188，啊186，啊你嘞？啊，跟他差能公分呀，安娜看起来比较高啊。其实肩线是一样，头发吹的比较高。我头发比较多一点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原来老师的比例比较好了，是，老师是比例真的比较好，也没有，而且我觉得今天呢跟老师呢一起来唱 K 歌王，我觉得我唱歌的机会有点渺茫，不会，要有信心，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老师加油！我终于看到有人只有一步就跨上去了，哎呦，腿真的太长了，这个几步哦，老师不去练跨栏太可惜了，这个真的。来，洪明老师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？歌名有一点熟悉耶，哎，好像叫《孟婆汤》的。哎呦，对啦，孟婆汤，对我有点那个，好像有保送的感觉。老师，请你好。虽然看不到，听不到。可是逃不掉，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飘，心在逃，过了这一秒，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，所有的寂寥。老师，好听的答对，恭喜你 ！Yes， 雅文加油啊！好啊！今天好像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。今天我就比较安静一点。什么什么？是比较安静一点。什么什么？没有啊。是看到我就不由自主的。喂。你每个女人上台提戏哦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豆爷，哎呀，差一点，统统请下来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来狗哥这里，我们加油。雅文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哦哟，请问怎么唱？答对 ，yes。艾辰，就因为那边维他命 C， 我要赢你。哎，我们现在三个站这样子有没有？真的很像 Angry Bird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：刚刚我那一首《霍元甲》应该要让给他，因为我唱完之后，我觉得好后悔。告诉你。
因为我通常那首歌其实是我的成名曲，那我这样子地板动作代唱，我觉得是我人生最糗的一刻。我觉得我好丢脸，他真的好干哦。哎，真的。你真的，你刚才有发现对不对？刚才有一度，就是因为你唱的是快歌嘛。对。刚才你在唱的时候，有一度空气是凝结的。而且啊，我看到那个雾气有自动排列成一个字，哎，什么字？冷。完全没有人跟他霍霍霍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爱晨加油，大元加油哦！哦，大元，哎，等一下。吓什么了？爱晨歌都不会唱了，这首不会。林道远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天地。这首歌我不会。好听。请问怎么唱？天地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这呢多，虽然你。是这一首歌啊，对，是你八点档的主题曲，对，没错，是人生的，对，林道远，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 ，yes， 加油啊，啊，赶快试，赶快试，加油啊，老师加油，看我们抽筋了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抽。姚元浩，请回来！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腿比人家短，他一定有教练哦。你真的太棒了，老师 I love you， 太棒了。没有，正在俨然的就是他们已经是一国，他自己是一国了，这完全是一个食物链。元浩礼让了，礼让，看得出来礼让啊。黄明老师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独角戏。哦，答对，请问怎么唱？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。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。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Oh my god！ 老师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雅文加油，雅文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什么？表象是野营，对不对？雅文，请来这边。彤彤，哎，我想想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蔡依林的，不是特务 J， 请说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彤彤再度成功踏上圈内打 K 歌擂台，好心的观众朋友可以帮他。彤彤，哎，我想想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蔡依林的。不是特务 J， 请说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彤彤，请下来。彤彤，雅文，你知道歌名吗？爱无赦。啊，对，爱无赦。我刚刚一直想到日不落，要打 pass 给你也不行。哎呦，这首歌我会跳。雅文，请告诉我们怎么唱。用牵着手，我在诉说，谁还躲着偷偷摸摸？你的爱要自由，只要温柔能离开，生命足够。给他两颗，给他两颗。
就别再啰嗦，啰嗦畏畏懦懦，畏畏缩缩。Go go sister, go go brother, 爱情打通天下唯一共。Go go lover, bravo lover, 钻天不拉着爱无声。You're my lover, I'm your lover。哎呦，忘记歌名。这样跳的也好，跳的也很好看的，跳的很嗨。耀文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我从导演的脸上看到两个字，压力。你还没唱歌的，我唱一首《天地》。哦，你唱了一首很冷的歌。不要乱讲。所以这首要决战的意思吗？哎，这首应该是我们的决战，要决战一下了。好，各唱一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想这一题就要比胜负了。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有关于尊严的胜负是，也是一个红与蓝的胜负，红与蓝，也是火热与冷的胜负。你刚刚的这段话真的是要剪掉的。紧接下来这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先加油，冲冲冲！导演吗？是导演吗？林导演，你又输了。林导演，请告诉我们，你不会，你们不要打 pass 哦，你快点，你真的爱情转移，因为这是维他命 C， 我赢了。不行不行，这首歌不行，哎，这首歌不行，任何歌都可以给你唱，爱情转移不行，爱情转移是我一首真的很成名曲的一首，拜托，拜托，每一首都是。合唱了，合唱了，一起唱，我邀你一起合唱，好不好？合唱，好了，我邀你合唱了，谢谢。道远，我不行，你没有听人家讲，救急不救穷，他是穷，他是穷，他不是急啊。请问，哎，可是等一下，艾辰每次说上来要合唱，到最后都是他唱，每次都这样。那让我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唱多一点，重点比较高潮的我来唱。来，请问怎么唱？把一个人的温暖转到另一个人的胸膛，让相识犯的错犯心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手边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当所有业障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我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怎么那么冷？你们的热情已经转移了。开玩笑吗？怎么唱完一片冷？会吗？对，没有，他们是感动，其实好听，最后那段的和声很感人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和更好，但是你少在那喧宾夺主啊！两位林导演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最后一题了，最后一题了，我还没唱到歌哎，你还没唱到歌啊？元浩加油，元浩，冲了冲了，好了，让你吧，让元浩老师加油。刚刚是真人说话了，刚刚孟婆汤独角戏我都会唱，就是因为我真的跑得慢一点。那没关系，让你上台，我在旁边跟你一起唱。你知道，各位爱情可以随便转移。各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不讲话的看着他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心里啊，是你也有今天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 ，Yes。没有，其实我刚刚脚抬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什么歌？对啊，因为我不会，
会以为会燃烧那个，以为是那个孙楠的燃烧。哎呦，老师，这个应该是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。有两个把你燃烧的话，应该就是燃烧吧火鸟。燃烧吧火鸟是高凌风大哥的歌，但是这个要所有人一起唱才会热闹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前面先 solo 一下，后面再来啊。好，那我想请问老师，通常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，如果唱高凌风大哥的《燃烧吧火鸟》，都是模仿在唱的。哦，这个歌，所以你是这一段你是可以模仿在唱，还是由洪明老师的《燃烧吧火鸟》？其实都要啦，这样子啊，第一句我自己唱好不好？哦。第二句呢，把高大哥带进来。大家一起大合唱，他本人有来到现场吗？他常常交代我要把他带到。哦，好恐怖啊！好像不是推进啊。来，老师，请问怎么唱？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。是那火苗，把你围绕，把你围绕。如果你是那火苗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照耀，把你拥抱。燃烧吧，燃烧吧。火鸟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！恭喜你，超级好听的答对，yes！我们所有的歌呢，现在都已经唱完了。向全国的报告一下两队的成绩。首先介绍统统队的成绩是五题。应该是赢了。元浩队今天总共唱对的是四题。差一点。Oh my god！ 所以今天的 K 歌王就是我们的统统队，掌声鼓掌。今天表现也很好啦，是不错，今天的真唱的那个什么《白天不懂黑的夜》，哎呦，真是好听。对了，好险我不是音乐，给他掌声鼓励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意犹未尽，最后 ending 的时候唱的好听的歌曲就是由洪明老师带来的《地下铁》。地下铁，赶快飞。上排队，也不敢吹，忘记了也无所谓。地下铁赶快飞，我的爱人有点累，我有点醉，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。你赶快睡，轻轻靠着我的背。